行政院消防处抽查市售的血糖摇篮，实践中竟然有高达九件不合格，包含孔洞细缝过大，孩童恐怕会有夹伤手指的风险，另外还有鞋面滑落超过规范，幼童也可能会滑落。医师也提醒，如果长时间让孩童使用血糖摇篮，可能会导致摇晃症，引发脑出血等等危机。在十二度的平台上的时候，它一样会下滑。不少家长视为幼儿的哄睡神器，血糖摇篮竟暗藏危机。根据就是会判定可能是手指会夹线的地方，不但卡手指，还有滑落风险。行政院消保处抽查市售血糖摇篮，俗称安抚椅，依商品标示法和国家标准抽查实践，竟高达九件不符标准，其中品质项目检测不合格，包含知名贝康公司手动安抚餐摇椅，发现大于七毫米的孔洞开口或间隙，有手指陷入风险。另一款双管加宽分段弹摇椅，检测鞋面向下滑动量超过二十毫米违规，这款库玛五合一睡箱式摇椅两种检查都不合格，业者已将产品下架。在十一月一号以前是适用消保法，可以要求限期改善啊，如果不改善的话，会处罚六万块到一百五十万。十一月一号以后是适用商品检验法，可能是二十万到哈。那个更高的金额。标示部分，这款儿童安抚摇椅外盒与吊牌原产地标示不一致，且附上 MIT 微笑标章，若未经检验恐触犯证明标章罪，恐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消保官也提醒，血糖摇篮应标示警语，一旦婴儿已能自行坐立，勿再使用，且非供长时间睡眠使用。医师也警告，若长时间持续大力摇晃，恐导致儿童摇晃症，造成脑部的组织伤害、脑出血，这样很严重，可能会造成婴幼儿脑部的永久伤害。消基会透露，不合格商品大多来自同一间电商平台，消费者购买前最好张大眼看仔细，以免让孩童受伤。记者杨祥瑞盖尔蒂台北采访报道。